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你今天运动了吗？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运动，怎么样动才瘦得下来，健康101的节目带给观众朋友动的健康还有动的知识。在每个节目单元里头，我们都会精心设计观众朋友不管是心肺的训练、体力的增加，或是肌肉的力量维持生理机能 的元素，我们都会请到国内知名的老师帮观众朋友设计到属于观众朋友需要的运动。因此每一个单元里头呢，我们都会请到男老师、女老师，然后帮助各位观众朋友设计健康的运动。在今天单元呢，我们首先请到我们的韦德老师。韦德老师，欢迎。Hello。韦德老师像是我们新的一代非常帅的老师。老师讲一下，应该有很多的粉丝会员都应该会知道说，哎，老师你可不可以留一下电话，想要认识你，对不对？还好啦。对，因为你知道吗，老师在其实在舞台上就是一个发光发热的这个偶像嘛，对不对？其实大家也是，大家来运动的时候也是很有光的。所以我们能够请到韦德老师上我们节目，也是观众朋友的福气。对，看到这么帅的老师做运动，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会很开心，喜欢我们的健康101的节目。所以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是为我们的101健康101的节目增色不少。我以后都要画好，私底下再请我吃饭，私底下再请我吃饭就好了。好，老师今天要帮我们观众朋友设计什么样的运动？我们今天的话还是跳 remix， 但是他这堂课的话，因为他比较特别的是，他课程名称都一样，只是在这堂课里面可以跳到很多种不同的舞风。我们今天带的这跟你之前跳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对，老师在除夕当天呢，帮我们设计的那个非常很开心的、很开心的那个舞蹈呢，其实观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然后呢都会。写信要求说有没有韦德老师的电话，但是我们都帮你挡下来了。然后观众朋友上字幕在这里，对对对，韦德老师的电话哒哒哒哒哒哒，可以给 email 就好。那先拨给我来帮各位观众朋友安排一下好了。好，来第一个动作。好，我们今天跳的话是比较欢乐的巴西风的感觉的舞蹈。哦，巴西风，所以就是不用太僵硬，把你的屁股也都放松，但是跟你那种拉丁刻意的去扭又不太一样。那对观众朋友来说应该是蛮困难的，应该是很简单吧，你就这样甩。老师你年轻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年纪上了年纪人要这样都蛮难的。真的吗？你说没有。然后有点像哦耍赖的感觉，对不对？这样这种感觉。好，那如果不要这样的话，观众朋友怎么办？就是这样好了，对，就可以踏步就好了，对，轻轻的走走，或这样有一点点的离地都可以。很难吗？不会，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让你做去。其实主要跳舞的话，你就是自己要开心，然后去跟着音乐动的感觉。所以没有特定的标准的动作就对了，没有没有，主要就是你自己享受在音乐里就好，然后你自己跟着你的舞步。嗯。你没有跟上其实也没有关系，没有人在看，你练好再出去跳给别人看就好。对，因为舞蹈或者是运动都要多方位的练习，是，对、啊、然后一个动作都要不断的练习之后才会协调。对对，其实我们在家现在看起来像我们对镜子跳了300遍，真的，每个老师都很辛苦，要为了要学了这样的舞步以后，不断的去练习，而且看自己的动作。对啊，对，所以观众朋友你才练习这个短短几分钟，如果还不会跳，真的没有关系，慢慢练习，我们韦德老师都会在不断的重复。基本动作，对，替代动作，安全动作，对，然后包括你的动作，其实都可以从没有手、没有转身，或者是只要做你的脚都可以，对，慢慢一个一个加上去就好了。好，所以老师今天先做慢的好了，我们先不要给观众朋友有点压力，就是要他们做转身，要他们做什么变化，对对对，就是简单就可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还蛮简单的，你的双脚在一开始就是打开，然后一开始先带你们做一个动作，往下蹲，你感觉有一个杆子在你的前方，你让你的身体穿。过去的感觉，穿过去，你的手就是自然的放松，往旁边换另外一边，然后拍手两个，拍手两次，对，
就是这样，再慢的这样穿过去，再换边。老师做的好好看了、哦，两下，你就是像这边吗？杆子就那么高，你我这样就会撞到。哦、对对对，这样你要这样穿过去的感觉。这样子好了，这样子。是你要穿吗？穿过去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就是这个感觉，然后再拍两个就好了。再拍两个，好，就是这样子。穿过栏杆的动作，对，就是这个动作。这是你今天我们在这首歌会做到的，你就是跟着你的身体一起往下做这个动作就好。对、嗯，然后在另外的动作的话，我们会做你原地的有一点点像跳动的动作。你可以的人就轻轻的摆动你的屁股，可以的人在做啊，你没有办法就是那个。也可以，然后你的手一样，你也可以不做，或者是你只要做原本的动作就好，或者是再加上后前后，后前后前就对了，前嗯，跟着你的脚，前后前做两次摆动，两次的摆动就好，对，这是你会做到的第一个动作，是这个脚，你这个只要不要忘记就好，我们随时会往上加，不要害怕，好，一个。两个，好，然后停在前面，在这里，然后接下来让你的脚跟往前点，左脚，脚跟点再一个脚跟，对，脚跟、脚尖、脚跟，就这样。脚跟脚尖，有没有很明显？脚跟、脚尖、脚跟、脚跟、脚跟，然后加前后前，对，好，然后你可以的人再加上你的手。前后前哦，还有手的动作，掌心朝自己，嗯、就是你可以这样，也不用挡住、嗯，大家都长得很好看，不需要遮。前后对，前好，前后前，嗯、把刚刚两个动作加进来，从摆动开始，跳两个前后前，前后前。很好，好，我们很简单，很简单，其实多练几遍就好了。对，然后这个动作你的话可以做的更多，就是往后，然后往前进，你可以的人再做一点点的前进。哦，有点变化。你也可以不要做原地也可以。做原地好了。真的吗？对，做原地的话，大家可以多练几遍。我真的比较活动，好像按耐住那种跳跃的心情，因为它很欢乐，你后来也会忍不住想要跟着我们走的。好，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就跟朋友自己把它挪动。那我们再做一次这个动作，原地的来做前后前，脚跟脚尖脚跟，很好，就是这样，有没有很简单？有。然后这个动作做完，记得你一开始的动作，我们会加上你刚刚的身体，然后拍两下，慢的就好。哦，慢的就好。做几次？一次慢的，一次慢的。对，你当然如果后面我们也是可以有一点点进阶，你可以做到快的。嗯，但是这个有点忙，我们先做慢的就好。好的。对，这个动作的话，我们先把两个动作加起来，从这里开始跳，来，前后前，脚跟脚尖往旁穿过你的身体，拍两个，再一次，就是这样。好，这是你的第一段。嗯，可以吗？可以。主持人应该可以。没问题。观众应该也可以。对，因为然后在后面手有点小忙，但是我觉得 OK。对，其实因为我们会一直练习，不用慌张。第一次慌张，第二次慌张，第三次发现哇，一回生二回熟。我们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就是这么的神奇。三回就会做。真的吗？对不对？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一定会做啦。应该是。对。好，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让你的左脚轻轻的往后踩，后踩，好，后踩，点，点，就是这样，轻松的点就好，轻松的点、嗯，就是这样，有没有很简单？有，很简单。先点两个好了，两个，两个，走路。哦，点两个走路。对，如果你还可以的人，再加上你同一边的手。同一边跟着你的脚往后画圆圈，同手同脚画圆圈。对，同手同脚画圆圈、嗯。我们做四次，做四次，四个、三个、两个、一个，就这样。好，第二个就这么简单。对啊、哦，下一个动作只有这么简单，因为我怕一直加，大家也会想说，手也好忙，脚也好忙，我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干脆让大家多做几次，就会做得更好。对，就这样，四个、三个、两个。一个，然后让你的双脚打开走路。哦，双脚打开走路。双脚打开走路，当然你走路也不用走得这么僵硬。如果你可以的人，膝盖弯一点。对，膝盖弯一点，有一点往下蹲。如果你还可以的人，要说这首歌一样是巴西，巴西那边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嘉年华。哦，嘉年华，所以会有一种、哦、有这种感觉，这种。就是动身体的感觉，这种的走路动这一块的感觉、哦，有一点往内收、往内收的感觉。不愧是年轻的老师，哦、全身充满了活力。加上你的手，然后开心，重点是笑容，跟你前面很酷的感觉。也是同手同脚吗？对，你的手往下拉，哪一脚就是往下、往下、往下、往下，
对 ，OK， 我们会走八步，如果你选四个原地，然后慢慢走四步，你可以的人再转回来。OK， 好，我们会有八步的时间让你走，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原地走一走也可以。所以老师今天这些动作就是我们今天要带给观众朋友的。就是全部的动作了。哇哦，其实。多练几次就好。其实看起来很多，但是加起来就会发现还蛮简单的。对，所以大家只要跟着韦德老师的口令，对，哦，该踏步就踏步，该动作就动作，所以应该是不会很难。不会啊，那我们就从头好了。你怎么迟疑呢？这样我很担心。应该不会很难，因为我对啊，我会在想说，观众朋友的反应，如果接收到我们给他的动作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他会这样啊。一定的，一定的，就是说啊，会很不确定会不会学，一定会，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把你动作再教一次。对啊，其实运动不能只有啊蹲啊蹲啊，其实有时候你去记一点东西，反而可以训练你的反应力，头脑还有协调性。对 对, 对，不能光靠那个打麻将然后训练记忆，对不对？还是要做一些手脚的协调。想要打麻将觉得好应景，真的吗？对对。哎，老师会吗？我会。真的、啊，其实这是国粹啦。对，碰碰手。但是对，不要沉迷、不要沉迷。但是我们这是健康的电台，所以不鼓励、我们是不是讲太多了？然后我们还从头再来一次好了。好，从刚刚这里前后前开始往跳，前后前脚跟，记得穿过你的身体往旁，往旁拍两下，往后点。所以在这里拍完两下，让你的手直接往后点，三个、两个、一个，走四步或者是转一圈，这样子转不转都可以，反正就是你可以原地走四步，转一圈，或者是你可以在原地走八步，动动你的屁股就好。OK， 对，我们可以再做一次吗？从头开始，五六七，跳两个，两个，往前点，好，穿过你的身体，慢的，慢的，拍两下，往后点，四个，三二，屁股 ，hip。很好，转一圈，四三二一，就这样。哦，这里回来，就反正就一直重复，对，对对，就会让你们做重复了。哦，那其实像一首，其实你说难也不难嘞，所以它有一定的运动量啊，是吗？如果配上音乐的话，我想应该它这个。那个活动的感觉就不一样，减到八，减到八，哎，不用了，我们反正观众朋友可以多练习，只是，对，只要老师带给我们观众朋友，观众朋友一定会照单全收，对，没有问题的，大家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好，不过刚刚学了这一段之后，我相信观众朋友有点口渴了，想要喝一点水休息一下，然后坐一下，稍微喘一下，那我们给观众朋友一点点时间，一点时间，让观众朋友喝一点水，马上回来休息一下，待会见。欢迎观众朋友回来，我们健康101。今天的单元里头是要我们韦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首欢乐气氛非常浓厚的巴西舞，对。那观众朋友可能回去拿一个草裙舞啊，插朵花。草裙。对啊，巴西不是吗？就是跳得比较性感一点啊。好像也是。对，然后对。我想要椰子壳。椰子壳、啊，太热情了。老师知道我们这是什么电台吗？我说椰子壳就是比较热情的感觉，没有说他要干嘛，你干嘛这样？我们要端正风趣，不可以有这种伤风败俗的情节出现。我可以摆在前面当装饰啊。我觉得。好，来，我们还要请到我们的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做运动，欢迎我们的九里老师，还有新疆小新老师。我发现我们的老师都是全方位的，能动能进，能跑能跳。时势所逼，没有，有那么委屈吗？没有啦。健康101的节目呢，可以端正社会风气，所以老师，你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吗？而且你知道吗？观众的朋友的健康就看我们了。好，对，你知道有好的健康身体，那个健保卡就怎样，少使用。不是不是可以烧掉？吓死我！就可以少使用，你知道吗？少使用健保卡之后呢，国家的那个药物资源是不是就不会浪费？对对，所以应该我们一定要多多提倡运动。运动的好处就是从头到尾都比较不会生病。对对不对？摄影师对不对啊？点头，好，对，好，谢谢。
突然吉米老师上身，新招欸，吉米老师上身，你真的很想他。好，好，那老师今天叫什么？巴西，哦，巴西，巴西，巴西，好的，巴西。那我们还是要两位老师还是不知道怎么跳，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练习。第一个动作，你的手前后前开始，五六七 go， 前后前脚跟，脚跟脚尖脚跟往旁边穿过你的身体，拍两下，让你的左脚往后点，总共四个，三二，走四步，可以的人就转一圈，动你的屁股回来，就回到一开始的动作。哦，一开始的动作。对，就这样。不过观众朋友一定像主持人一样，休息一下，马上就忘记刚老师教的动作。真的吗？对，老师对不起，我会记得。我前面的20分钟去哪了？再练习一次好了。观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的，马上忘记。放轻松就好，你的手不用太用力，轻松的摆动，前后前脚跟。脚跟脚尖脚跟身体慢的慢的拍两个往后点四个哦三个两个屁股动动动转一圈四三二一哇我们后面伴舞好厉害哦老师教的好你看我瞬间马上回来记忆就回来了我转个身上哇他们转得也太整齐了好老师那我们就配上我们所谓的欢乐巴西气氛的舞曲好 music穿过你的身体，从左边开始，左拍两个，再一次 slow 慢一点，可以的人低一点，让你的脚往下蹲，很好，再一个，先做原地的跳动，没有手，很好，走路，再一次动动你的屁股，你可以的人就把你的身体放松，再一次跳两个，两个，还有一次。待会加上你的手，放轻松的摆动就好。听这个音乐就真的很想抖动，对不对？我就说听到音乐就会跳了，走路很好。再一次，四、三，前后前跟，很好。待会再加上我们刚刚教过的动作，还有你的手，可以吗？一起做 ，go。脚跟脚尖，走路很好。再一次，脚跟脚尖跳，很好。你的动作记得我们都说过你可以在原地或者是后前进都可以你可以往后跳一点点往前进一点点如果你家空间没有这么大就不要退太多对很好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加上我们一开始加上你们的动作记得吗一起跳对加起来脚跟慢的穿过你的身体往下拍两个再一次往后跳慢慢的往前身体低一点你的脚要往下蹲再一次我会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很好最后一次跟肩跟停慢的吼让你的脚往后点左脚继续点走路你的身体不要往前倾看我们挺胸很好走路记得你的动作吗你可以的人再加上你的手同手同脚往后画大圈一点点很好走路再一次三二 go 不要走得太死板再一次很好这个动作是不是全部最简单的地方你要手脚协调真的吗可以吗那记得一开始的动作吗同手同脚对又从头了吗又从头咯一起做跟着音乐往前走身体慢的好开两下往后点左脚很好走路我们再跳一次你们会比较熟一起做 go 点点点慢的慢的 slow slow 我总觉得后面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有被逼的感觉吗真的我好害怕哦从点开始 go 四个三二打开走路就好走路就好走路很好再一次点记得我们走几步吗
走八步，再加上你的屁股还有你的手一起做歌。哦哦，很好，屁股你可以的人去动这一块，肚子收紧，再一次，非常好。记得我们说可以走四步，然后加上转一圈吗？一起试试看，点。哦哦，走四步，转一圈。哦，再一次。哎，主持人也会了。对啊，看久就会了。四个原地，那我们要从头喽，往后跳，拜拜。往前走，慢的慢的 ，slow slow， 开往后点四个，四三，走四步，屁股走一圈，再一次往后，很好，哦哦哦哦 ，slow， 开两下，慢的慢的，吼。通常我数学都不太好，你们可以告诉我还有几次吗？再一次，很好。Slow 低一点，身体多一点，非常好。你的笑容不要忘了。往后往后四步，转一圈，让你的左脚往前垫。哦，你知道老师，我突然有个感觉。什么？我想脱衣服，好热啊！为什么跳得这么热的感觉？我没办法跟你讲话，我好喘。这首歌让你全身都会有真的活力，全身对不对？你细胞都活起来了，你知道吗？可是好过瘾了，这样。但是我想观众朋友一定一遍不过瘾。老师，你要再辛苦一点，要再香汗淋漓来。观众朋友，你这就是你没有福气。你看，闻到香汗淋漓。你不是说这是一个健康的电台的节目吗？香汗淋漓啊，对不对？这是观众朋友所享受不到。这是我观众朋友的。嗯，好了，好，再一次，再一次。而且在音乐上真的是切得蛮好的哈，真的就配得很好，你会忍不住想要动起来。身体从左边慢的往下蹲 ，slow 拍两个，再一次，很好，原地跳两步，吼，原地就好，走路，轻轻的走路，放轻松，很好，再一次跳两个 ，slow。动动你的屁股，你可以让你的屁股开始摆动了吗？不是这样，加上你的手，原地就好，前后前走路，很好，再做一次，很好，看我做一次，记得吗？记得吗？记得，很好，手完了一起做，一起做，对，手完了，脚，手也不能忘记，掌心朝自己，很好，再一次 ，Go。如果你准备好，把你的家具移开，往后退 ，Go， 往前走，走路很好。最后一次，一样，先往后退，再加上我们一开始练习过的 ，OK， 一起做 ，Go， 哦哦，慢的慢的，低一点，开两下。要整齐，很好。慢的慢的 ，slow， 拍两个，再做两次。哦，这一次他们应该都很熟了。总觉得我在店这里都看到大家在跳了。再一个，很好。慢，慢，左脚往后点就好。四个，三，二，走路。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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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Go， 四、三、二，走路，记得吗？加上你的手，往后，屁股打开，很好，再一次往后点，四、三、二，我们可以做走四步。转一圈，很好。先走四步，再转一圈，再一次往后点。我看到大家都会了，我们都学会了。从头往后跳，往前走，慢的慢的 ，slow slow， 往后点四个，走四步，屁股屁股。走一圈，走一圈，再一次往后跳，最后一次喽，
你们会了吗？会了吗？会了吗？哦哦，两个，往后点。主持人会了吗？没问题。往前往前，停，吼。Yeah. 就这样就这样。因为再跳下去，老师没办法讲话，很恐怖。真的满身大汗啊！我现在应该是这首的燃烧热量的指数应该是破表。我先离你远一点。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小新老师跟秋雨老师到我们现场来跟观众朋友做运动，然后感谢我们的韦德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巴西嘉年华的舞蹈。对啊，很热情的感觉。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希望观众朋友能够持续不断的练习，让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精神有力量，然后常常看我们对健康101，我们下礼拜四再见咯，拜拜。